是肉叶炒，还有什么番茄、蘑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位置，好大哦！那个喝酒的怎么会躲到那么边边去呢？没有，我坐中间好了，等一下大家倒酒会倒太快。刘爸，你坐出来一点好了啦，你不要坐在角落啦。倒酒会倒太快。不是，角落给我坐了，真的啦，你不要坐在那边啦。那我跟刘爸坐了。对啊。你是想坐这边，等下跟姐夫聊这，没有，姐姐在，对我坐你旁边好了，我保护你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跟他坐过来一点。不行啊，我不能喝酒。我坐这边好了，我坐这边好了。哇，对，小花要不要坐进去？还是这样、啊？老师要点什么？等一下要点什么？这个点，这太嗨了吧！车上有十瓶木乐，凯哥，等一下大家要带这个，不要啦，今天不是我生日，你们又弄错了。我每次贴脸书，人家都祝我生日快乐，真的是。我酒是每天都蛮大的。哇，怎么那么好？好，谢谢，哇，太可爱了。这样就可以跟他说我彩管呢，有没有？彩管呢？猴子从麦芽。好可爱哦！你现在穿的这个围裙，哎，牛爸没穿，没有啊，围裙是等一下下厨的才要穿。所以你的围裙是没有穿在，只有穿在衣服里面，对，衣服穿里。哎，小花也有穿。我怕我再次被老师看到，上次那一件衣服，然后把那一件当成睡衣。哦，我上次给你的。大家都穿的围兜兜啊。这是今天的寿星啊，豪哥。哇，尼克尼克。这个。哇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哎。三瓶，我们三瓶的，一人一瓶。其实这个光端上来就觉得很香，对，非常非常的香，你才有喝酒的感觉。我帮您介绍一下，这边是菌菇、香参、麻辣，然后就是这个，谢谢。我帮您上我的。菌菇，菌菇吧。小孩，这边两个都是整盒的。好，谢谢。哇哈哈。要跟客人讲价，在外面。就是在外面。好。那你需要吗？妹妹好。哇，他送菜也是用这样子。越上越多了。是吗？所以是直接上了啦，是不是？就夹子卷五次。哦。哇，这看起来是牛小排的感觉。哎，你的碗，我刚才怕想放炮，我要确认一下。它是牛肉，我说一下。香油应该一下子就好了吧？哇，好香。那你们怎么都没有点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点了。姜糖香有加酱汁，它外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把那个肉移过来一点给小花吧。我要开始吃，已经开动了。姜丽倩三秒就好了。
我们要来直接吃了。这跟我昨天吃的泡面味道一模一样。我昨天有吃泡面呢。海底捞的泡面，前天呐、啊，哎呦！所以这一罐又是什么厉害的？开门给你看。哎呦，你要小心，不要滚出来。我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等一下只会滚到肚子里。好可怕！那天好不容易才活着回到家，今天有办法回家吗？我们就没，我们今天我们每天就死里来，活里来，死里去。哎、欸，宝哥，今天终于有人开了、啊。我帮宝哥开的。对对，帮宝哥开的。宝哥寿星，要宝宝哥要第一杯。开的。到我15年了，等一下，今天有人讲话不算话，我没有打算。我们在庆祝宝哥生日，今天不是我生日啦。宝哥的第一杯，宝哥的第一杯。对不对？已经有人讲话吗？对对对，宝哥的第一杯。我放心，我不会拍给教练看的。宝哥第一杯我不会拍给教练看。这边怎么又有一杯？宝哥明天吧。是一瓶不是一杯吧？啊，去拿一个杯子，多大知道吧？多大？拍太多了。这个头要去卖，塞的比较。你要说这是我爸今天的进度。对。这小子要放中间吗？我说这拍，我们来开箱喽。好，小心哦，你紫女水鬼。啊，对，他那有许愿，那个是。对，最好是余文乐了，余文乐我比较喜欢。掉哦，哎呦，不要掉到火锅里耶！第一天就掉到火锅里。那你们喊。是。有吗？有画面吗？开箱，开箱，对。专业运动。第一只掉到海底捞里面的劳力士，证明它有没有防水？有防水，但是没有防辣。哎呦，看一下啊！哇真的哎。嗯，这是真的哎，不是假的。那煮煮看，没有防烫啊，看吧，没有防烫。哎呦。啊！啊，那是可以以身相许啊！哟，赶快大家拍一下。哇！旁边还有排害的呢，这个是。哎、欸，拿好哎、欸，拿好工，是麻辣的口味哦，麻辣酱的。要试试看有没有防水吗？不用了，但是没有防油。对。你要对寿星讲，不是对那个送的人。开始了。恭喜你，你也许愿哦。哎呦！希望明年有一个余文乐。谢谢小鱼，谢谢小鱼哦。难怪你说要来台北面交，我想说你要面交什么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对。他连今天要住哪里都还没有下文。真的？那你还不处理一下？对啊，人家处理了，处理了。我等一下处理几个门来给你。我不要。恭喜宝哥。我们两个等一下要去开房间。是。现在带起来。啊，表带应该还没有调吧？对啊。宝哥应该不用不用调，可能还不够手要加载，全部的表皮可能刚刚好。小心那个不要练练头卡起。哎呀，哎，刚刚好。这根本就是我的嘛。宝哥要不要？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先摔两下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不要你，太搞笑。每个都问他一下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快点，快点，就要规定。哦，快点。看到了，乖嘛，十点多好啊，那时间是准的。基本规定，你马上就要规定。啊，请问现在是几点呢？看一下现在几点。哇，散会哈，是，谢谢小鱼，恭喜恭喜。到处这个礼物太贵重，故意要叫人家问时间。这只好来竞标。你不要竞标，你女儿会竞标。你女儿喊200块，竞标。帮你，帮你，帮你，帮你。
对，你看看你可以潜水二十米可以吧？这一次一定可以，可以这一次可以到100米，可以。那我潜了才知道，三都过目了。谢谢。如果进水的话，那一只就是假的。你手太细了，然后就可以改啊，可以改表带啊，对吗？这是更值钱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那你要不要吃个东西？现在差不多。好啦，可以当那个脚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戴在脚上。对对对。收了。可以啊，对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会不会再拿出什么电动的？喝了挂，结果寿星没有出现，今天怎么处理他？结果我帮他跟他要个杯子啊，先补一杯。上礼拜，上礼拜有喝的，上礼拜生日啊。对。没有，都看他等着。都很帅啊，那这样就不行了啦。我前面是很在后面，你还要觉得很可惜哦。对啊，你来参加，不要再拖时间了，赶快。不急，最后一分钟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耶！你就把那当那个摄影师，对，因为我那个角度是没有办法拍过来。好好好，好哦，好，来。哦，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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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再做的大家都事业越做越好，然后赚大钱。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什么？第二个愿望希望我们家航航可以。第二个等奖，他不敢讲，快被别人给。还要赶快当校长。哎呦，第三个不用说，对对对，对。好。耶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好，我先切切。好，先切一刀。好。谢谢。下一个生日是谁要接手？下一个生日是谁？九月还有吗？十月是谁？十一月、十二月有啊，林鼎。二十一月，十一月，下一个。好，林鼎来签。对对对，切到底就好了，其他我来签没关系。对对对，来吧，我接着下一刀。没有十月宝宝。没有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没有。宝哥生日完，下一个就是四月，就是姐夫了。对，十一月寿星预备，预备备。对，都可以。OK。十月先切，十一月再切。好。OK。
二等于两个，买一送一。还有工作人员，我们今天我带着全世界。我现在还有饼干。给我小二来录一下。姐，你有老公嘞。她老公就坐在这里。太多啊！现在人音这个太大了，这个是啊，是啊，小弟要去讲了哦。不是啦，阿长妹杯他喝不下去了，喝酒了。来，太大杯了嘛！谢谢，太大杯了嘛！我离开这个包厢之前，我会喝完。你有精英加持，我没有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。一面在地，还有一些特殊才能。是在马上打给徐立健。哈哈哈哈哈。资讯是最屌。你跟他讲，帮我做一只这么大的。我下次给他戴在头上。你知道我想隔着你戴吗？你老公问起来。超爽，你是 Ken 爽，超爽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放着，我们要做。超爽的鞋，超爽。哈哈哈哈哈。戴耳机。他们哭的。那个耳机啊，别起码是 Ken 爽。再见到一个用怪大的老鹰。哈哈哈哈哈哈。